能不能教我英文？丹尼能不能教我英文？我又不是什么这个什么阿丹英文啊，叫我教你什么英文？我们只能教你打 LOL 了。那不成我要创一个频道叫做阿丹英文吗？我要把失去的分数拿回来吗？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把失去的分数拿回来。我们不准来讲是什么角色？维古斯啊、哦，猜一下粉。够了够了，新角色登场，哎，这是法师吗？帮我看一下好了。看一下看一下。波友今天生日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，看一下这角色怎么样？好丑，跟我跟波比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对啊，猪啊，就是那个猪啊。哎，怎么我怎么矮啊？每过十五秒，下一个基础技能可以恐惧。啊？所以就知道他干嘛？被标记的一些内容，这技能人就只会在同就可以一直刷，是不是？感觉很难玩啊！不要吧，我先看他胜率是不是正常的，我们再玩。欸、他很强哎、欸，他 T1 哎、欸，他很强哎、欸，跟鬼一样哎、欸，这个角色 Q W E Q Q 啊，真的超强哎、欸，他们玩了啦，第一次啊、喔。角色难度太高了，不适合单立。什么不适合单立？我的难度，我最适合难度高的，我最适合难度高的，我最讨厌玩难度低的角色了啊。马上来一把！行，我好像开错了。哎、欸，艾可上哎、欸，感觉很康我哎、欸。我们第一次玩啊，这追求高一点的容错率 TP 啊。因为我觉得他的这技能很远。请问这是认真模式吗？是啊，认真的在玩新角。不是、啊、一堆人叫我玩啊，什么排位练角？不是啊，把。我跟你讲，身为一个曾经的职业选手，你怎么可能叫职业选手他妈去 normal 练角了？不要这样子，真。原来还没看过技能，没看过、啊，刚刚看不够仔细，现在看一遍。哎、欸，我很小只哎、欸，超可爱的，你做我吗？你做我超可爱吗、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谢谢。开喷，呼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喷到嘞、欸。好啦，哎、欸、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一掌好烂哦。公主太慢了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！嘣！换血还行。我用拉克斯康克，他太软了。没办法，我一定要杀。哎呀，蜘蛛死翘翘啦！我这 Q 有点好躲、欸，这 Q 感觉有点好躲。我跑爸爸！哎、欸，蛮王在干嘛啦？跑线送头！哎、欸，你蛮王去迎线啦、啊，你不要跑线啦、啊。我们暂时把它当邪恶试玩吧。看一下，大家都出炉灯。飞行时提升体积，哦，越远越大。我好大！实在帮不了，金架帮不了。耗魔极高，蓝 buff 转移。哎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。我的白眼已经翻到后脑勺了。无情 TP， 太无情了，史丹利。砰！我没中，靠北。开门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没了，太无情了，史丹利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哎、欸，你太无情了，干帮你们都白帮哎、欸！你们不要这么无情好不好？都给你们信号了不走，不是啊？却说做效果的人，我们这种才真的在做效果啊！真的，要想清楚啊！玩你妈！别跟我讲话！不要跟我讲话！不要跟我讲话！你就这样一送啊，送到人家有人家十分钟出智慧默认报答我啊，你就去送啊，就是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不要紧啊，你们就要把这个游戏变成运气游戏也不要紧啊。
什么水平吗？群人，撞烂你们！QR 好过分，感觉蛮强的，而且绕无脑。砰！哎，哇痛！哇！队友全体送头，全体开送，全面接送，蛮王惨遭多人吸奶，什么水平？活下来的，你是史丹利吗？谁啦？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点史丹利的影子，我真开心。我们就需要这种队友，你看，就等下去抓他，我们多爽！我们在中路直接破皮，真的、啊，这种就很爽。哎、欸，玩你妈！玩你妈！妈，角色当然小啦，滚起来了啦！哎呦，飞起来怎么玩？下次我要再点，因为我想说这次破口角，我就没再点，但没有想到他的 R 会进场。他如果会进场的话，我再点比较好，比较好杀人。恐惧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打人小。胆小啊！胆小啊，这些人，朱棣当然记得你啊！哎，他们胆小啦，你知道吗？鬼一样的角色，太无情了，史丹利。很多人都这么说啊。你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太无情了，史丹利了吧？再把他第一次玩也可以。太无情了，史丹利，你真的太无情了。啊，叠阶九层，无情开课。第一次玩就上课了，想不到吧？阿瑟终于不是死哎、欸，不是，他妈阿瑟是讨厌上路，不是讨厌史丹利。所以我们在玩中路的时候没有受到阿瑟的制裁啊。哎，你们这样会死哦。哎，死光了啦！我就不在了，要干嘛啦？在干嘛啦？洗内考、哦？不是刚我不在啊，你们最强的人不在啊？啊！打一下，别！再打一下，对嘛？那你们可以打一下吗？你跟着打可以啦，哦哦，哎，别墅还在原地，没事。我这跟鬼一样哦，这我队友看湿了，哥哥，你看他都湿了。直接秒杀他，你看，直接秒杀李星啊！没有在演的、啊，感觉看到我就可以直接进场。我现在伤害这么高，可以啊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。太无情了，这个角色怎么这么无情啊？啊？怎么第一次玩就这么无情，这么无脑啊？是我们太强吗？又恐惧了，哇，他又死了，哇，怎么这么无情啊？耶稣二十五层，哇！请问谁开成为世界冠军和实况最大？谁靠背说第一次玩垫脚的啊？出来啊，死黑！出来啊，再出来靠背啊！出来啊，死黑！出来啊，再出来靠背啊！妈，第一次玩就 MVP， 是为什么呢？看到了没？这是什么 ？M 啊 V 啊 P MVP， 还蛮强的角色，确实蛮强的，会再好强啊！丢到人进场，然后 W 就啪啪啪，他妈直接孔全部，太强了，有点太强，伤害更是哇，都是谁在打伤害啊？第一次玩，刚刚才买角色，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强？哎呀！哎哎，算了算了，啊，我们板凳就这么强，没差了，你们也知道吧？不要笑掰好吗？
这本来死黑很开心的打开我们的直播，想说妈，史丹利在练脚了，史丹利在练脚了，快点快点过来看，准备嘴他，史丹利在练脚了，哇哇，他们刚刚把键盘拿起来摔了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就这样？干，怎么可能第一次玩就这样？可以照顾一下史黑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又不是什么这个什么阿丹英文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最适合难度高的。你不要踩我！你说我超可爱吗？啊、不好意思啊。九国之音。哦，越远越大。我好大。你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太无情的史丹利了吗？太无情的史丹利，你真的太无情了。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点史丹利的影子，我真开心。